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郝诗。今天呢，咱们继续来做《生化危机4》这款游戏。只不过今天哈，咱们不玩里昂的流程了，因为里昂的流程在昨天已经更新完了。今天咱们开始来更新挨打王的流程。挨打王呢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潜入版，另外一个就是正统的流程。那潜入版我已经忘了，都几乎忘完了。那它的正统模式呢，我觉得是比里昂要难一些的，咱们开始吧。其实我玩《生化危机4》虽然通关过很多很多遍，但是挨打王篇我是通关的遍数不多哈。I can't let anyone figure that out. Of course, hiding in the shadows isn't my style. I'll have to reveal myself to him and offer advice. 那都做完之后呢，我可以去把那个潜入，再给做一下。哎，这个游戏的画面啊，这还说是重制版，这明显看起来很粗糙嘛。幕后黑手会是谁呢？估计大家也都能猜到，这货明显就是 Wesker。哎，他们还是很正常的生活，这些僵尸们还在很正常的生活。大家互相之间还能商量事情。哎呦！挨打王篇上来就是里昂的第一个难点场景，他根本就没有给你什么上手的余地，因为你在玩完整个里昂篇之后，你才可以玩挨打王篇，所以说不需要给你上手。其实《生化危机6》我觉得挨打王的流程也比其他人的流程要相对难一些。They automatically attack any intruders. Ring the church bell. Wesker. Quiet them down for a while. Wesker 之前一直没有说他有儿子，到六代的时候直接就出现了杰克，就是他的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那《生化危机7》啊，也是现在期待度非常非常高的游戏。如果你想玩到 PSVR 版啊，就是它的 VR 模式，你必须得买 PSVR。要独占一年之久，就是虚拟现实版。好，咱们开始进入游戏。它是一个漂亮的回旋踢啊，能听到枪声是因为里昂也在跟他们进行战斗，里昂在那个小屋里。关于挨打王的一些，哎呦，这个小屋不在啊，没有人啊。哎，哦，不让拿啊，害怕，因为咱们拿了之后，里昂就没武器了，所以说咱们对里昂很好啊。哟，我去，对里昂很好，要给里昂留着这个东西。来捡一下东西，只是一个破宝石。鱼，哎，出现了里昂的动画，哼，电锯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武器，哦，有喷子。呵，还能听到里昂的声音。好，黄草药一枚，我只能依靠我的记忆去探索了，因为我就是对于这款游戏它的流程啊已经记不清了。
到处都能听到里昂的声音。哎，好，他走了。这个公鸡一走，咱们就直接可以拿到钥匙，然后直接可以离开这片场景，要比哎里昂的场景近很多。好，拿到钥匙，我们应该是去，必须得从这儿跳下去。去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收集品吗？因为我可不想让我自己穷得可怜啊。来，一盒子弹，还是喷子的弹药。好，跑上来。哎呦我去，这不是逼我吗？等一下，他的武器上来是比里昂要给力很多的，把他们都打死了。探索一下这片区域，我是想。又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哎，有东西啊，果然是有东西的。鸡蛋一枚。有一盒子弹。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进不了这个门了。躲躲！没子弹了。还来。我去，上来就把我打得弹尽连两狼两局，真的合适吗？走走走，进去捡这个子弹。哟，躲开。哎，两。还看见里昂了，走走走，咱们直接进去，进这个门哈。里昂是绕了很大一圈才进到了这个场景。哟，哎呀，崩死你这个小逼！别打错人了。我去，Welcome. Got a selection of good things. 我们不能升级，只能卖东西哈。
Is that all? What are you buying? 地图，哎，盒子。Not enough cash, stranger. GMP， 哎，这把枪是必须得买的。Come back.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升级哈，在这个模式下。跳下去，这边是有敌人的。我们先往前走，他们应该是。好。站在最后的一个地方来跟他们打，好，现在咱们可以回去拿东西了，因为刚才那个位置是敌人前后对咱们进行夹击的，所以咱们可以先避开一下敌人。猫眼儿，这样一来应该就没有东西了，咱们继续前进。嗯，有，上来就给我个高能，没子弹了，啥也不掉，鸟窝呢？一盒子弹，啊，叶子！好，我们先也是按照流程，我们先往里头走，把敌人全都引过来，然后一起打。好，来了。哎，他不搭理我呀。这是3 4 4 3，应该开了吧？哎，好，哎，直接拿到了。我们必须得在这儿放上一颗宝石，它才会给咱们开门。看看有没有哈，必须放上这个宝石吗？哎呀，我们先把它给放回去。要不然的话，咱们是出不了门的。那个宝石应该就是在这个场景。
换一下子弹，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呀。叫你妹，走走走走走，把敌人都引过来，引一圈，也不是这个宝石。哟，好，来来来，吃个血，吃个血。哦，没事儿。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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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感觉我的声音怎么有延迟呢？稍等一下啊，我重新调整一下。OK OK， 这样已经，这样就好了。刚才声音应该是有延迟的吧，感觉必须得找着一个绿色的宝石才可以去捡那个东西。又是一个黄草药，黄草药真你妹的多。跑起来好丑啊，这个姿势比六代丑多了是吧。嗯，难道也是往这边走？六哦，让我拿。有啥东西？没有啊。打得好好艰苦啊。吃一个白色鸡蛋吧。哟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你大爷得。哎呦！哈哈，直接打河里了，直接打河里，但是咱们就得不到他身上的钱了。哎，就是这个东西。弹尽粮绝，真是让我不知所措。都怪我上来太浪费弹药了。哎，把他这个放进去就行了，因为里昂那个流程来的时候，咱们是在这儿可以得到这个绿色的宝石的。哎，不管他们了，我直接进屋了啊！我勒个，我哎，绕过来了，我是真不想跟他们耗费时间啊！吁，怎么进来还有人呢？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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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去你们这群哎呦你们这群坏蛋还有谁啊都在慢慢的往上走哈、啊、吃鸡蛋吃鸡蛋哟又没子弹了、嗯、哎呦我去能不能别这个样子啊这是关 Ashley 的门咱们肯定是进不去了车你妹让我怎么打它是倒过来的一个这个图案啊先转红红的话一个三角在那个位置哎应该是哎不对哈啊对了这样就对了绿啊这样对蓝三角在这个位置不对再转啊对这样就对了OK 啊，这样就敲到了那个钟声咱们就可以把里昂给救了 La campana Es hora de rezar Tenemos que irnos Sattler. Where's everyone going? Bingo? 生化危机四 Resident Evil. 好，第一章打完。Here's what I know so far. Osmond Sadler's cult is known as Los Illuminados. They've resurrected some sort of parasitic organism they call Las Plagas. That's all my organization knows for sure. Though Sadler's occult activities seem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The Salazar family, Castellans for generations, possesse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Las Plagas.The organization's hypothesis is that a unique frequency of sonic wave sensed only by the parasites is used to control them. The same principle used in dog whistles. This was infer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tissue sample we retrieved. The tissue contained an organ presumably used for sensing sound waves. I've seen cult members carrying ceremonial rods, and I wonder if they emit these sounds.Of course, this is purely theoretical.
The organization needs samples of the parasite to confirm or disprove these theories. That is the main objective of my mission, and the only way to prove my loyalty to the organization. 这段视频怎么连后头的都给讲了呢？There's no turning back now. 任务报告啊，这应该是。Here's what I know so far. 不看了。啊，这是任务报告，咱们不看了。然后在这儿存一个挨打王的存档。挨打王没有任务，没有难度可以选择。第二关。直接来到了村长这边。Researcher we planted has been discovered by the Illuminados. You must be talking about that vagrant Spaniard. So where is he now? He's held captive in an abandoned house located northeast of the village. Until he recovers the sample, we can't let him die. You don't need to remind me. Luis Serra. And I thought I was high maintenance.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是上一关的那点弹药量，我去。那这期视频咱们就先做到这里吧，下面咱们再去，明天咱们再去受折磨吧，好吧。感谢诸位同学的收看，我是郝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